到朝不到桥，白白走一遭啊！亲眼看见这座八九百年的古桥，才知道这座桥对人们有多重要啊！此话果真有道理啊！每次来看这座古桥，就感觉肩上的责任啊又多了一份。哎，老师，我们去新桥建造工地看看吧。好。不错，不错，很宏伟啊！这是你亲自设计的大桥啊，一定要保证质量。嗯，老师，你放心。开始往下掉，什么？桥墩出现裂缝了！你马上给我逮住！哎，是。那你们赶紧把它抹平了。赶快把问题解决好，其他事情以后再说。喂，曼华。阿如，我正在开车呢。在回来的路上吗？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你先休息吧。啊。哎，儿子的事儿，你还是上上心吧。你别操心了，不早了，早点睡。
小飞，怎么又自己这儿喝上酒了？啊？你看看你这儿乱。啊。我想出去。去哪儿啊你？你现在什么人都不能见，不能让他们知道你在这个城市。爸会不会来这里啊？他要是打电话，我怎么说？你爸一般不会到这边来。我就说你出差了。妈考虑来考虑去啊，现在只有出国是最好的一条路。给妈几天时间，我赶紧给你把护照办好。没拿到护照之前，你一步都不许出这屋子，听见没有？哎哎，你好，你好。我是大桥工程的监理，我姓冯，我想反映一下情况，请问该找谁啊？你想反映什么情况？进来说吧。在建的大桥之所以不能抵御昨晚的洪水和泥石流，主要原因是豪达建筑公司偷偷地降低了水泥标号和使用海沙搅拌水泥的结果。老崔啊，大桥是我市承建项目的重中之重，万万不能马虎。你尽快查点眉目出来。是，黄书记。同志，同志，同志，你们两个找谁啊？小同志，我是宏威福利厂的职工代表乔志强。我们是为了拆迁补偿款的事儿找你们吴总的。哦，吴总出去了，不在。我们老厂长啊，找过你们吴总好多次，没有结果。他现在已经病倒住院了。我们厂里现在有100多号人等着吃饭呢，就拜托你，打听一下吴总家住哪儿。行吧，看你这同志态度还不错，那我帮你问一下，你们在这等我一会儿啊。啊，谢谢啊。老马，我看还是我去找吴总吧。您这脾气，我怕事儿谈不拢啊，吵起来把事情闹僵了。好，好，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回去了。你找人吗？志强，乔志强，我是，您是林荣，志强，真的是你啊！啊，很多年没见了，30年了，进屋里说吧，来，来，进来吧。啊，真没想到啊，还能见到你，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啊，我也特别想念你们。这么大的房子，哎呀，来来，坐坐坐。啊，本来有阿姨的，这几天放假回家了。啊，30年不见，你过得还好吗？我过得挺好。林大哥，啊，你跟小华过得怎么样？我们过得还行吧。啊，对了，小华不叫小华了，他改名了，他现在……回了家门都不锁好啊。你是不是又忘了喂咱们的宝贝多多了？哎，说曹操啊，曹操就到了。曼华，你看。是明华集团的吴总，怎么了？对呀，怎么了？小华，我应该叫你吴总，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什么事儿啊？说。你先看看这个。好。
这鸿威工厂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我就是鸿威福利厂的职工，一年前调来的。啊，上百个工人要生存，他们处境很困难，我相信你能理解。啊，志强，大家是老朋友了，别吴总吴总的。 漫画一定会帮你的，你放心。是啊，志强，你看，咱们这么多年没见面，先把工作上的事情放在一边啊。主任都汇总好了，就剩小马的，他也快了。好，这拆迁数据很详细，好好对比一下啊。主任，这是今天的材料。好，你先忙。你看，这么多年没见了，说说你吧，你过得好吗？哎，你现在也有老婆有孩子了吧？他们都干什么的？我爱人。 难产过世了，不过我女儿她很好，大学毕业以后已经参加工作了，那挺好的。太好了，在什么单位啊？对，请到家里来做客吧。啊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啊，我是乔志强。什么？出什么事儿了？啊，好，我马上过来，林大哥。 告你，以后再敢欺负吴小花，我饶不了你。警官，我要报案，我女儿失踪了。说一下具体情况。她单位打电话给我，说她没有请假，也没有去上班。单位说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那你女儿她交男朋友了吗？我就见过一面，不熟悉，我只知道她。 姓林，我不是想干涉你的工作，我只希望你尽快帮志强解决厂里面的事情。我看到他这副模样，我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当年他是我们插队啊，知青中最有主见、最聪明，也是最快乐的人。 他只是运气不好而已。我们明华公司也是国企，很多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也不能让我拿手中的权力这么大送人情吧？我没有要求你违背原则。不过志强的事情是个例外，他的忙我一定会帮的，我又不是冷血动物。你明知道他的脾气，他永远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他要解决的是整个厂里的事情。他一个人都生活成那样了，还想当救世主？ 我想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志强早该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你觉得他是个不切实际的人？他这辈子就是个理想主义者，从插队的时候开始就这样，他一直拿理想当饭吃。这有什么不好啊？好啊，可他的脾气又是直来直去的，现在还在工厂里呢。他要想当大好人，那得付出多大代价呀？他现在的境况，就是最好的说明。 好了，我不跟你讨论这个事情了，我不想跟你抬杠。我问你，逸飞什么时候回来？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你自己的儿子干什么去了？打电话问呗。好，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哎，别急，万一孩子正在谈生意啊，或者忙什么呢？嗯，那晚上打。
雷子，你不是去上海出差了吗？别废话，我在老宅呢。太累了，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林如啊，你要像个男人啊，你就给我站起来，站起来。志强，我想家，我想亲人，我的梦想是成为科学家，不是橡胶工。谁都有梦想，谁都有梦想破灭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学会倒下？喂，志强，是我，林如。你今天有空吗？啊，志强，没想到啊，一别就是三十几年。啊，对了，这些年你怎么过的？过得挺好，就是过得穷了点，不过踏实。其实啊，踏实才是最重要的。哎，对了。上次我走得匆忙，没顾上说话。你跟小华这么成功，你们有孩子吗？有啊，有个儿子，二十几岁了，但一天到晚都不见人，都是给曼华管坏了。现在孩子长大就不归你管了。我呀，就一个女儿，女儿就是我的一切。我这个女儿啊，挺贴心，挺懂事的，又聪明又善良。哎，那不是挺好的吗？我真是羡慕你啊。其实啊，严格来说，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你看啊，曼华一天到晚都在忙她的事业，我想跟她在家里面聊几句都不容易啊。我宁愿跟她吵吵闹闹的，这样生活还真是一点儿。我懂。来，我们今天不醉不归。哎，志强，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我女儿失踪了。哦，对了，你给李俊生打个电话，催他加紧打款。好的。哎，还有，你告诉方处长，让他去一趟宏威福利厂厂长住的医院里，带上点水果去看看他。顺便转告他说，多给我们点时间，我们集团呢会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我马上安排。嗯。我是明华集团纪委的郑志成。关于大桥建设情况，你都知道些什么？说实在的，我压根就不了解。关于大桥建设的所有事情，都归事业部管，事业部、财务部等等这些要害部门，都是吴曼华的人。在明华集团，吴曼华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人们早就在传了。豪大建筑本身就是吴曼华的公司，只不过法人不是他的名字而已。喂，吴总，如果你想和你的宝贝儿子都平安无事的话，最好快点准备好100万。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没干什么，就是我们兄弟啊，最近手头紧，缺点钱，想找你拿点钱花花。我要是不付呢？
你自己做了那么多不干净的事儿，要不要付你心里明白。阿如，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无缘无故啊，被人打了一顿。什么人打你啊？一帮烂仔，说你做事太张狂。你在外面做事啊，是不是得罪人了？我在这个位置上做董事长，那能不得罪人吗？我知道了，肯定是想敲诈我那批社会人渣干的。放心，我饶不了他们。你真的没事啊？还好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怎么做事越来越极端了？我极端，那也是社会给逼的。好了，你去洗个澡，我给你拿红花油去啊。嗯。还没让我为你操够心吗？啊！你自己的电话以后不要用了，用这个手机跟我联系。方老师，哎，乔叔你好，有小娜消息吗？没有。她男朋友有没有来找过她？也没有。你知不知道她男朋友的电话？不知道。哎，您这么说，我倒记起来了，有次小娜手机没电，她借我的手机给她打过，我查一下。好好。给你记下，来，您试一下。谢谢啊，方老师。不客气，不客气。您慢走。啊，再见。您好，中国电信提醒您，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您好，中国电信提醒您，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您好，中国电信提醒您，您所拨打的电话。没想到吴曼华和李俊生的渊源这么深，先盯住那个会所，如果郑志成的话得到证实，再请示市委领导，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好。你好，打扰一下，您是两位的王老吉。谢谢。请慢用。哎，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嗯，哎，你说这吴曼华和李俊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就算证明他俩偷偷见面，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说明的多了，至少坐实了包庇李俊生。黄书记说的对，在大桥的建设问题上，容不得一点瑕疵，只要有一丝疑惑，就要深挖下去。但大桥的事也不能再等了，多等一天就多一分风险。老蔡，你马上去约国资委、建委、质检站，
还有建筑设计院的人开会，协调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大桥工程尽快停工检查。我现在就去市委汇报。另外，红围厂工人安置区过渡房的问题，你再催一下。嗯，好。喂，你好，我是。什么？大桥工程马上停工待查？好，我知道了。君生，这次停工检查只是走个过场，我这正忙着呢，挂了。吴总，肖局长的司机找您。你好，吴总。你好，你好。这是肖局长让我给你带来的文件。好嘞，谢谢，谢谢啊。好，不客气。是我呀，怎么回事？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就回去。又怎么了？这不难得出来转一转，放松一下，又有事找我。没办法呀，半身不自由嘛。这样，老李，你接着玩一会儿，我们以后再约。好，刘长，那您慢走。来，下车。来，在这啊，不要动啊。刘副市长，嗯，你们想干什么？首先，我得恭喜您，您这不是升任那个什么大桥工程事故调查组的组长了吗？哎呀，您的夫人和女儿都在美国，我们也照顾不上，是吗？但是没事，我们可以照顾您的老太太。嗯，啊，你们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啊！看看这个，拜拜。这是您订的房间，谢谢。8313。8313，上去吧。那三家都是走个过场，真正有实力的就是我们两家。我明白，你放心，我会转交刘副市长。我就喜欢跟痛快人打交道。好，金彪会上见。好，再见。再见。如果要进行全面的破损检查，不仅造成损失，而且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还是抽检吧，再检查施工记录。时间不等人啊。
大桥工程施工至今，施工记录是完整的，可工期呢，是一拖再拖，不能再搞全面的破损检查了，拖不起啊，同志们。我的意见，只要工序合乎规范，材料合格，最好尽快施工。好吧，那就粗剪吧。老李啊，作为承建商，你也表个态吧。好吧，积极配合调查组，做好大桥工程监督工作，最后希望快点复工。姓刘的果然替我们说话了，其他人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个李俊生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李俊生今天发言什么都没讲，大桥建设现在弄到这样的局面，我觉得跟他很有关系。让他们查呗，查到哪一级就由哪一级负责。那儿子的事儿，来，你吃点虾好吗？来。嗯。老乔，来，先喝杯水。是这样的，你提供的手机号码呢，我已经去电信公司核实了，机主啊没有实名登记，所以很抱歉没有办法向你提供更多的机主信息。哎，田警官，那老乔你先别着急，乔小娜的失踪案上报分局了，已经开始立案调查了。我女儿，我真的不知道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不过她男朋友就是我跟你描述的那个样子。老乔要往积极的方面考虑，小娜呀会找到的。啊，对，我女儿她不会出事的。我看你这身板不是很结实。你干啥？你啊，你看我这力气怎么样？好好好好，那先干几天。谢谢啊。好，我把房产证压你这儿，我不想让我女儿知道她上大学是我卖房供的。我考上大学了。志强啊，我现在在你们家小区。好，我马上回来。好，林大哥啊，来喝点水。这个是你女儿吗？啊，是。怎么觉得有点面熟啊？长得像我们。说的也是。来来来，啊，谢谢啊。啊，对了，你女儿有消息了吗？啊，还没有。不过公安局啊，在帮着找。啊，希望她平安无事吧。是，她不会有事的。嗯，啊，志强，其实今天我来找你，是有件事想问问你的。
我记得当年返程上大学指标应该是你的，但后来却变成了我。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想不通啊。志强，志强，我求求你，永远替我保密，好吗？你是个大活人，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告了他，我就没有脸再活下去。如果林如知道，他不会再爱我。如果失去了林如，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林大哥，这都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哎，这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你们李总还联系不上吗？还没有联系上。既然联系不上，那就开始抽检吧。等等，既然要抽检嘛，我看，老蔡啊，我看这里问题不大嘛，咱们是不是换个位置啊？是啊是啊，蔡国书记，前面多的是，要不咱们去前面看一看？不，这里啊，我抽定了。就是你们建设大桥吗？啊，吴总，大桥的事我已经让底下人都摆平了。上面呢，还需要您美言几句。你看看这个。100万换回证据，我想知道是谁干的，背后有什么人指使，你把这个问题迅速解决掉。好，干净利索。吃饭早。说，我们在他妈，大哥，我错了，是饶了我吧，大哥。饶了我吧，我错了。大哥，大哥，光碟在我这儿。饶了我，大哥。别这样，放手啊！大哥，这我给你。住手啊！
阿如，你还没睡呢，等你呢。哎呀，你那个宝贝儿子，那么晚给他打电话也不接，都好几天没见过他了。哎，他是不是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你听说什么了？我没听说什么。行了，想点好吧。我好像听他说过一句要去上海出差。反正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点不对劲儿。行了，阿如，都这么晚了，别整天疑神疑鬼的了啊！来休息吧。嗯。啊。多多，睡觉了。需要点什么？啊，有狗粮吗？要什么牌子的？我也不大清楚，平时这都是我们家阿姨的事儿。今天她不在。是什么狗？贵宾犬。贵宾呢？我给你找两头。这只进口的麻醉剂是最不好用的，一针下去，成人都会失去知觉。这只狗的剂量足够了，而且反应奇效，狗狗不会有痛苦的。老板，我就要这两袋。大桥工程往后牵涉到的房屋拆迁问题，多年来啊，吴曼华的明华集团和李俊生的豪达建筑公司内外勾结，利用国家工程建设、市民房屋拆迁等工程做假账，贪腐国家和人民财产。现在我们已经掌握大量证据，真是利令智昏呐！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如果不花时间找各个当事人仔细核对啊，很多贪腐行为啊，确实很难发现破绽。现在工作量大，我们监察室啊全体动员，白天走访，晚上回来归纳汇总。那这样，我们市纪委其他所有的同志，除了手上的工作实在是放不下的，全都投入进来，由你们调遣，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明事情的真相。嗯，好，人多力量大，我就不信差不多水落石出。好，那就让我们立刻行动起来。这款怎么分发了？主任来了，哎，你们来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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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你们好，这次我们来啊，做调查来了，咱们时间紧迫，别的也不多说了啊，咱们各自找居民上家里看看啊，好吧，大姐，我跟您去。好，谢谢你啊，好，再见。哎，谢谢你们提供的信息啊，谢谢。怎么样？哎，都调查完了吗？有结果了吗？有了吗？是吗？那挺好。哎，这次照片拍得好清楚。那是，守了很久的。哎呀，同志们，好事啊！上面通知表扬我们监察室了啊，这是上级领导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大家还要继续努力，好干啊！再辛苦点啊！来，就是，这是我拍的。大家看看啊，种种迹象表明，吴曼华和李俊生啊，在大桥建设上啊，甚至八年前在西城区拆迁问题上，就存在着利益交换问题。可是我们抽查了八年前的几十个宗卷，票据、钱款、签字等等都非常吻合，完全符合当年的政策和财务状况，没有发现一点问题。那就继续查，他们肯定啊，在什么地方做了手脚。好，现在事情啊有了很大进展，大家也都辛苦了啊。喝口凉茶，去去火，解解乏。哎，今天我请客啊，大家别客气啊，自请开打。行，好，来，来，小黄，好，来，来，来，好嘞，行，哎，谢谢。欢迎我，我给您打电话，您也不接。
您叫我出国啊，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得当面给您讲清楚啊。凭我的直觉，这次对工程事故的调查，那纪检委是动了真格的了。吴总，您别自乱了阵脚。我只不过是承建了大桥的一部分，再说，台风造成的破坏我都处理完了。瞧你现在桥，别说是百年大计了，我看就三五年也很难撑得过。毕竟是从我手里流走了两个亿呀。吴总，凭您的人际关系，他们不敢请到您。再说，还有刘市长支持呢，他是调查组的组长，我们怕什么呀？可这账是从我公司转给你的呀，我脱不了干系。哎呦，吴总，我也不想大桥出事儿啊。可好活是用钱堆起来的，那工程款到我账上还没捂热呢，您就划走了一半。工程干成那样，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哼，我说你这人懂不懂规矩啊？钱我也让你赚了，那活你怎么干的差不多吧？哎，你刚才那份弄好啊？好。哦，我算出来了，你们看看这个，这栋楼每层建筑面积是1200平米，可图纸上额外面积加起来整整达到了1500平米，多出了300平米啊。如果按大桥工程批款，国家就得多支出1/4的费用啊。嗯，那现在大家注意了啊，重新计算，认真核实，好吧？嗯，好的，接着吧。你看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你这次安排我出国，那就是等我走了以后，把所有的罪名都安在我头上。纪检委真的立了案，从法律上讲，你是主要负责人。哼，吴总，谈法律你可谈不过我。法律是讲究主犯从犯、前因后果的。我李俊生所做的哪一桩哪一件，不都是您指使、您手里的？姓李的，你以为你是谁呀、啊？还跑到我们家里来撒野了。逸飞，你怎么跑回来了？哟，林公子回来了。小飞，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没你的事儿。妈，你跟这种人啰嗦什么？赶紧让他滚。逸飞，好了，老李，有什么事儿改天到我办公室再说，今天在我家里我们不谈这事儿。走。明天就来不及了，今天必须把事儿说清楚，要不然指不定哪一天就坐到审判席上去说，来不及了。你他妈的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告诉你，姓李的，坐审判席的只有你这只老狗去坐，跟我们林家有何干系？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要掺和，赶紧回房间去。哼，老狗，没错，我是你妈的一条狗。但是，你知道你妈在背后都干了些什么吗？就你一个人吗？俊生，把门关上。出什么事了？你有点心理准备，千万别紧张啊。他想敲诈我，你想办法把尸体处理掉吧。可这是人命啊。我知道，所以才找你来啊。你赶紧处理吧，我走了。要不要咱们当着孩子的面，把咱们所有的事情都叨唠叨唠？逸飞，回你房间去，听见没有？孩子，该懂点事儿了。你妈冒这么大风险，到底为了谁呀？还不都是为了你吗？怎么样？我这条狗，
还管点用吧。行，让我走也可以，可是我这么多年都跟着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总不能说打发走了就打发走了，您得给我点补偿。我说李君生，这么多年我让你挣的还少吗？不错，我要出国是要带着老老少少去的，先前挣的那点早就花完了。好，你说吧，要多少？行，500万，我答应。不，再加一个零。5000万？你疯了吧？我没疯，我要的这一点啊，只不过是你的一小部分而已。哼，好，没问题。这样，我帮你把护照办好，就把款给你打过去，你等我电话吧。啊，走吧。那我走了。对了，那个敲诈你的小子被我收拾了一顿，光碟也追回来了。这帮烂仔专门敲诈勒索。啊，还是先在我这放几天，等钱到了我账上再给您也不迟。好，没问题。那我走了。来，这三个人你指认一下。是这个人，是他。你确定是这个人？没错，就是他。这个人他的父亲叫林如，母亲叫吴曼华。你是说他的父母是林如和吴曼华？对。谢谢你啊，田警官。妈，没事吧？没事。得了，一菲，你赶紧带上我给你的护照，再把保险柜里的美元、欧元全都带上，回老家去。我现在呢，就给你订机票。订上机票之后，马上送你出国。那我走以后，好打转到梦林公司账上的8000万怎么办？你出国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国外开个户口，我全都给你转过去啊。好。妈，姓李的再敢来，我跟他拼了。好了。你不用管这种事情，赶紧走。进来。林大哥。哎，志强，你怎么来了？你儿子叫林逸飞吗？是啊，他去上海出差了。怎么了？他是我女儿的男朋友。啊，我想问问他。他知不知道我女儿去哪儿了？是吗？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好。您好，中国电信提醒您，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喂，曼华。林如，你说。怎么小飞电话老是关机的？你知道吗？他谈的女朋友就是志强的女儿。你说什么？乔乔那是乔志强的女儿啊。小飞，妈，准备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太好了，你呀，到那边先适应几天，我把手边的事情处理好，妈就过去看你。你和爸都去吗？他就难受了，走。对，我也来了。你怎么会来的？爸，曼华，如果不是偷偷跟着你过来的话，我真的以为逸飞去了上海。小飞是刚从上海回来，你看这不，他马上又要出差了啊，咱们走吧。曼华，你有没有告诉小飞，他女朋友乔小娜就是乔志强的女儿？什么？爸，您是乔小娜的父亲？我当然认识。林如，这个时候说这些事情干什么呀？我们走啊。小飞，
乔小娜失踪了，你知不知道她在哪儿？她爸爸非常着急。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是啊，孩子怎么能知道乔小娜在哪儿呢？哎呀，我得赶紧送她去机场了，要不然你真赶不上飞机了啊！走。曼华，你不要再护着小飞了，她一定知道小娜在哪儿。如果不是的话，她不会藏在这儿。小飞，你是不是约好了跟小娜在哪里等，但不想让我们知道？爸，小娜找不到了。小飞，你胡说什么呢？你这么说什么意思？曼华，你让她说下去，如果不是的话，她不许出这个门。小娜她死了。小飞，小飞，你说什么？你说谁死了？你说乔小娜死了？你先藏起来，干嘛像做贼似的？哎妈，我马上就来了，赶快藏起来。哎，就一会儿啊。你这大白天的把门反锁上干什么？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哎呀，我来跟你说说呀。不是，你先坐这儿。妈刚刚从刘书记家里出来，她女儿子琪呀也在家。哦，你赶紧去音乐厅陪子琪呀，一会儿听音乐会去。啊，子琪啊，妈，你也去吗？妈就不给你们年轻人当电灯泡了。不过我去那附近，跟人约了谈事儿，走吧。哎，妈，不对，我有件衣服在干洗店，我得去趟干洗店去。哎呦，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您今天打扮这么漂亮，我得穿帅一点嘛，不是？那正好啊，你呀去取衣服。哎，看你这家里乱的，妈帮你收拾收拾啊。哎啊，您就别为我操心了啊，就忙您的去，忙您的。那你不坐我车去了？我自己收拾，我自己开车去，我自己开车去。啊，千万别晚了啊。对，慢慢走。嗯。李一飞，小娜，你听我说，我爱的是你，不是刘子琪。你爱我，那你为什么不跟你妈讲？你妈要的是门当户对，而我不配。林一飞，从今天起，那我们从没认识他。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小娜，你放手！先让我过今天这关不行吗？小娜，快放手！我和小娜推推搡搡，她突然挣脱了我的手，脚底一打滑就摔倒了，脑袋碰到桌子角，结果就死了。你赶紧走啊！赶紧走！小飞，你给我站住！走走走！站住！哎，林如，你要是再逼小飞的话，我就从这个阳台上跳下去！你是不是疯了？他应该去自首。这件事情跟小飞无关，人是我杀的，也是我叫人去抛的尸。如果要说去自首的话，也应该我去自首；要是坐牢，也应该我去坐牢。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可以蒙混过关吗？现在知道乔小娜的死跟儿子有关的人，除了我就只有你。现在乔小娜死了，她是乔志强的女儿。人死不能复生。那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吴曼华，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你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当做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不行吗？我做不到。
喂，我是李俊生啊。吴总啊，5000万对你来说是一个小数目。就这么说定了。喂，喂。还是先在我这放几天。那就是等我走了以后，把所有的罪名都安在我头上。5000万。王秘书，让小马开着车在楼下等我。小马，你把车停到停车场，钥匙给我送上来，自己打车回家吧。好的，吴总。你好，这是您的房卡。好，谢谢。能给我换一个房吗？哦，好的，请稍等。你好，这是您的房卡。好，谢谢。慢走。在里面等，没事，
走过了风，走过了雨，走过了晚霞，晨曦，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你我携手同行，相伴相依。有过苦涩，有过甜蜜，也有过相聚别离。你拥有了我，我拥有了你，纵然坎坷崎岖，百里千里。亲爱的，我爱你，亲爱的，我爱你，这爱像阳光一样潇洒，这爱像白云一样飘逸。亲爱的，我爱你，亲爱的，我爱你，再相濡以沫的日子里，我们天
的心意。有过苦涩，有过甜蜜，也有过相聚别离。你拥有了我，我拥有了你，纵然坎坷崎岖，百里千里。亲爱的，我爱你。亲爱的，我爱你，永远是生命的花季，永远是红颜的轨迹。亲爱的，我爱你。亲爱的，我爱你，在白发回首的时光里，我们都不能把一切忘记。黄书记，这个是旧城拆迁的调查报告，其中啊，明华集团伙同当年李俊生的昊天纸业公司啊，共计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3857万4211元。好啊，这是沉甸甸的战果啊！你们把一个8年都啃不下来的硬骨头，硬生生的给啃下来了，重新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现在大桥又查出了极其严重的质量隐患，所有这一切和吴曼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马上向市委和省纪委汇报请示，对吴曼华采取双规措施。一定要保证质量。老师，你放心。好。林如啊，你要像个男人啊，你就给我站起来，站起来。人是我杀的，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可以蒙混过关吗？要是坐牢，也应该我去坐牢。我怎么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我是用我自己的肉体换来你上大学的名额。你怎么做事越来越极端了？我极端，那也是社会给逼的。Thank you.
阿如，该来的终于来了。我不怨你，要怨就怨三十多年前，我不该拿我的灵魂与魔鬼做交易。因那次交易，我赌上了一切，走上了不归路。今天该是我付出生命赌注的时候了。时光如果能够倒转，我宁愿陪你在椰林终老。可如今，这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忘了我吧，阿如。逸飞以后只能靠你了。原谅我给你留下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志强，请原谅我对你多次的伤害。我将用自己的生命求得你的宽恕。崎岖。